对于这一辈子有一个期待的果的这个念头，你尽量淡化它。我不能要求你完全没有啦，因为这悉听尊便，这是自由心证嘛。每个人你内心会怎么期待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但是你要尽量放淡，淡化它。有些事情不是你以为跟你期待的答案就会有答案，所以你要修持这个无愿的修行人，他必须真正懂得空义，而且真正了解无相。你说空好不好修？道理好修。当你相有的时候就不空了，当你愿有的时候，就是相就有也不空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面呢，一个跟空无相无愿都相应的人，他就是知道诸法毕竟空。而这里面呢，所有该圆满的所有的一切，现在此生此世，你自己好好把握这个吧。而这个把握就在你每一个起心动念跟每一天里面。那对于五蕴这一块，一个修行大乘菩萨道的人，五蕴是不会有执着的。也就是纵使你发现你的修行还没有很到地，有些时候会飘忽，有些时候会有，有些时候会有存在的束缚，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愿求的产生，这些都可能还会有。但这些呢，不要执着。意思是你要懂得当体即空。你要对于现前的所有一切知道它是无相的。对于所有的当下把握而是无怨的。所以有与非有，常与非常。所谓苦与乐，宁静不宁静，你感受如何，空与不空，这些都要明白。纵使内心所感触的现况的所有一切，如幻，那很快你就超越。这些都是过程，这些过程都是修行里一切展现的一种。那我们知道本质皆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去较量这些，只会增加自己在这上面的法执。那你说我们看到自己心念的启动啊等等的这些，需不需要知道？需要知道，但知道之后就要真的空无相无愿，而且对于五蕴不要执着。不要执着，让自己随缘而安住如如不动的空性中，这样是不是来得比较容易？要不然很难下手啊。看到自己有的状态，就会起了很多很多内心很强烈的感受，这样这个感受就进入了很强烈的受啊。所以五蕴就不能够跳脱出来。所以想要安住空性，放下比较的心，因为高低啊，有没有，无止境的，这是无止境的，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中。那众生各有不同的相状，众生万象，所以你如果安住于空性，那么这个人也就不想比较了，真的不想比较。所以如果说在修行大乘菩萨道，有般若波罗蜜多这种智慧的人，呈现出来都是亲和力很够，
也谦虚与慈悲，因为基本上对于众生跟佛跟自己都会看到他真实的清净的东西，而知道现象中所呈现的都是一个过程，一个因缘相，对不对？所以既然你有智慧，那个悲也就是自然的展现。所以越有智慧的人越慈悲，越有智慧的人越慈悲。那你慢慢你会发现，越慈悲的人，他慢慢的也就越来越有智慧。因为真正的慈悲是智慧发展的，而智慧展现出来的相就是慈悲相。所以智是它的内涵，慈悲是它的象征，悲跟智是没有办法拆开的。那如果你有悲无智，你说我很有悲心无智，那么你这个悲就是小悲啊，小悲中悲，它不是大悲，它不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那种佛菩萨的慈悲，很清楚。那这里讲到照见五蕴皆空，那就最后用世尊的佛经的一段跟同学做个圆满的反思。这是《杂阿含经》里面的世尊，他有跟比丘讲，他说了：愚痴无闻凡夫，无慧无明，于无受因生我见细浊，使心细浊而生贪欲。这是前面的一小段。那当然他有解释到，就是因为众生有这个我的存在，所以由我而产生了很多跟有我有关的见，这些见都绑着自己的身、自己的心、自己的意识，对于自己的存在，对于自己的一些点点滴滴，其实当有这些都是叫做愚痴啦，这些见都是见而已，所以让心会绑着细浊而生贪欲。那这个时候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他说这个贪欲啊，这个情形对我的存在产生出来就是色法。就譬如什么啊，他这一段经文他说啊，众生于无始生死无明所盖，爱结所系，长夜轮回生死不知苦际。众生呢，无始以来就是无明，所以这里面呢，被爱的这种结，就是结构起来了。你跟我这样修破掉就对了。长夜，这种轮回的长夜，在里面醒不过来，所以不知道苦的边际在哪里，永远不走到尽头。那他举了一个例，这例举得真贴切，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这样。譬如狗绳系着住，狗啊用一条绳子绑着，然后这条绳子绑在一根柱子上，结系不断故，顺柱而转。那这个结啊，绑着狗的这个结没有打开，而拴在柱子上的系也没有解套，所以你做什么是不是要顺着这个柱子一直转？你做什么若住若卧不离于柱，就不离开这个柱嘛。如是凡于众生，于色不离贪欲，不离爱，不离念，不离渴，轮回于色，随色转，若住若卧不离于色。你五蕴的基础第一个就是色嘛，你色里面
就是你不明白，你无明，你要知道，色是生灭因缘，就是生灭因缘，你这一点要明白呀、啊。如果你明白，就不会被这些盖住了。那么凡夫众生就是无明，色法先破吧。如果你对于色蕴这一块，所以一切能够超越的过去，受想行识其实就没有什么好恐怖的。你色法过不了关，都受受受嘛。然后想想想，就在解释。然后要要要，或不要不要不要，就是行。最后就是有答案。当然呢，如是受想行识，随受想行识转，一样啊，都是绑在这柱子上啊。若住若卧，不离于事，于意识啊，就不离开你这个主题嘛。诸比丘，当善思维观察于心。世尊就跟我们讲，这五蕴，你要善思维，你要好好观察你自己。那我们再讲，刚刚讲色，这因为这是第一个。那我们讲受，有的人呢就把受拴在柱子上，什么都要强调受受受嘛。我感受怎么样？我觉得怎么样？这件事怎么样？是不是就受？有的人是想绑在柱子上，就想绑在无明上。你要知道啊，这些都是空花呢。想想想，什么都想。哎呀，我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有的人其他感受是比较不那么强烈，每天就在想那种啊，想太多了。那有的就是意识的结构太强烈。那接下来呢？下一段经文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其实这一段呢，就是把照见五蕴皆空啊，把它开展出来，一一击破了。那这个其实我们这么多堂课其实也都有谈到，总是观自在菩萨跟舍利佛啊有一段对话，当机众是舍利子嘛，舍利佛，所以就把它延展开来。一项一项，一句一句来解。那讲到这个舍利子，就是讲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，也就是舍利佛。那过去翻译的时候把它翻成身子，就是身体的身子。那是因为从梵语翻的时候，舍利鸟跟身体它音只差一个尾音，所以他们以为这个照语词上的字义叫身体，所以翻成身子。后来就知道哦，舍利佛的这个佛意思就是子媳，就是谁谁的孩子。那为什么他叫舍利子？就是因为他的母亲啊，他的母亲是摩羯陀国王舍城婆罗门论师的女儿。他出生的时候眼睛雪亮雪亮，非常的亮，像舍利鸟一样，所以大家就称她、那个眼睛像舍利鸟的那个女子所生的孩子，所以叫舍利之子，是因为她母亲的眼睛。这个是她名字的由来。在佛的本行集经里面，他有讲到舍利佛为什么会在佛教里面呢？是佛的十大弟子嘛，哈，他跟佛法的关系是这样来的。这个舍利佛跟目犍连有一品，是舍利目连因缘品，有一品专门讲这个。他讲舍利佛，他从小形貌端严，长大之后啊，很聪明啊，修习诸技艺，通晓四吠陀。所以当时印度的吠陀和四吠陀他都能够融会贯通，他
很厉害，16岁的时候就能够错服他人之论意，诸族地悉皆归服。他16岁的时候就辩才无碍哦，那所有他种族里面呢，他是婆罗门种的，所以种族里面呢，很多孩子们就是哥儿们都被他给降服。那年纪大一点的时候，也不是很大啦，也是年少的时候，他就跟隔壁村的穆建连两个结交成为好朋友。然后有一天呢，两个人就一同参加王舍城外骑驴取喝的大祭，是不是都有一些祭典？那因为不管什么的种族啊，其实都会依水，依这个有水源的地方而建立城池。那所有的庆典也会在河的两岸来庆祝。所以当时啊，众人呢就在那里混杂嬉戏，看到大家欢喜他们饮酒啦，划拳啦，中国这会划拳，那他们就唱歌跳舞啊。所以呢，舍利弗跟穆建连看到这些景致，这是不是就是世间的欢乐相？看到这些就是感觉到很不喜欢，所以顿萌无常之感，就觉得这些是无常的。那这些嬉笑啊，这些是世间相状，所以他们两个就决定我们修行去吧，然后剔除虚法，然后投六支外道里面的三舍耶毗罗之子。那时候世尊还没有悟道，所以他们就投这个外道，六师外道里面的这一个学派，出家学道。但是他实在太厉害了，七日七夜即贯通其教旨，七天七夜就把那所有他们的教理都弄明白了。那个教派里面坐下有250个人呢，都奉舍利弗为上首。那其实舍利弗自己内心他自己很遗憾，他很明白他没有解脱，他只是会辩论，他只是在这上面，因为这是理论的东西，一些道理，16岁然后出家也不过20几岁，就是那么年轻的时候，生命有好多经验没有经验过。所以当一个新的经验产生的时候，一个新的困顿产生，新的冲突产生的时候，他得不得自在？他自己知道他没有得解脱了。其实修行任何的佛法，无非最后帮助你是检核你自在吗？是让你看到你解脱吗？解脱不是文字。那舍利弗他跟穆建连就约好了，说实在我们两个都是头头啦，那以后你如果碰到名师的时候，你可要带我去啊，那你有什么境界啊，你体悟的时候你可要跟我分享啊。这是多么谦恭的彼此的那种同参道友的真心话，对不对？能共享。有一天呢，舍利弗就看到有一个也是现的比丘像，当时那大家都很专注于所谓修行要得证解脱。有一天呢，舍利弗就看到那个有一个出家比丘叫阿说士，有的讲是马胜比丘啊，那他非常非常庄严的入城去托钵，这人的庄严是可以看得出来的，这是相由心生。舍利弗看到实在是很庄严，他就心里想啊，我要去了解了解他是谁的弟子，他的师父怎么教他，怎么能够教出这个样子。这个是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写的。然后啊，舍利弗就观察观察他，疑服
仪容，就是他的仪态、衣服、他的面貌。诸根静默，就看他六根是极静的，很庄严。他就向前问他：“汝谁弟子？师是何人？你谁的弟子？你的师父是谁？”然后这个马胜比丘就回答：“世种太子，厌老病死苦，出家学道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我师也。”他就直接跟他说：“世种就是释迦种，释迦种。”他说：“那个太子，他看老病死苦，他想处理，所以他得证无上正等真觉，他就是我的师父。”这个对于舍利弗来讲是一个多好的讯息啊。因为六师里面的东西他都全然融会贯通，可是自己不得证解脱。可是真正得证解脱的人是足够来当我的师父啊。他就舍利弗就问这个马胜比丘啊：“汝师教授为我说之，你的师父教你什么？赶快跟我说，他们教你什么？他教你什么？赶快跟我说。”这马胜比丘回答：“我年纪幼稚，学日又粗浅，岂能宣至真广说如来意？”我明明很幼稚，学的日子又很浅，我也没有达到至真，所以我怎么能够说佛陀所证悟的东西？这个舍利弗他心真的很开心啊，他说：“略说其要，上重要你师父教啥，那重点讲一下就好啦。”意思就是这样啦，你讲一下啦，一讲啥啦，一定阻止嘛。他说是，就马上说一个偈，他就说：“世尊说的，诸法因缘生，是法说因缘，是法因缘尽，大师如是说。”所有诸法都是因缘生，是法说因缘，你所看到的所有一切都在详述着因缘法。当这个法，这个因缘尽的时候，也就没这个法了。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缘法，大师这么说。这句话我们听熟了，你不会震撼的了。但你是舍利弗，你就会震撼了，因为没有人说过诸法因缘生，你所看到的都是相状跟是非，你从来没有去想过它是因缘。你可能因为他如此，所以我如此。这个因缘叫因为跟所以，不叫因缘。你不会把懂得它完整的是，这个无是非叫因，这无是非叫缘。而它的相状是无是非的空，生与灭就是因相状而已。当他听到这个的时候，他马上证得出果。舍利弗闻此偈，即得出道，马上证果，无力根器。所以他能够对谈空性的东西，他能对谈甚深微妙的般若波罗蜜多。我们虽然听经闻法这么多年，但是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讲，它是从文字而已。如果你能够从文字般若转为观照般若，那就是有在学佛。但今天呢，舍利弗他的根器就是他在实相般若，他在实相般若，也就是行深的意思。当你在实相般若，你在修行，你在行住坐卧，
是用你的道理在行住坐卧，或是用佛法的道理在行住坐卧，那就是凡圣啊，不一样啊。所以他在实相般若当中呢，他没有真理，没有人点破那个最原始的那个点。那今天世尊所以是证悟，就是证悟那个众生所不懂的地方。所以对他，他是一个实修实相般若实相的人，所以他一听这个，所有的一切都打破啊。那我们现在从语言文字里面要打破出来，否则也没有什么意思。那话说啊，这个阿说是啊，其实他跟舍利弗的对话里面还有一小段呢、啊。那这个阿说是他又跟舍利弗讲哈、啊，世尊所说的烦恼业因缘，世间如是转，烦恼业不生，导师如是说，生老死定坏，彼解脱无上，如彼永牛王，如来自悟说。这一段呢，他是在讲烦恼跟业，其实它是有因缘的，它也是因缘法。同学，你烦恼是因为你的意识跟你的忍这些，那这是业，是因为它造作出来的相状跟答案累积起来，这些绑着你自己。所以解套呢，烦恼要有因缘解套，业也是有因缘解套。这解套的时候叫空，对不对？所以佛法里面它基础理论就是缘起性空。那我们众生是在有的相状，世间如是转，当你有烦恼跟业跟这种概念还存在的时候，就是在世间法里面，所以世间是如是转。那你说那我都不要这些东西，不大可能，因为这个世间相啊，这个世间相不是你所谓要与不要的问题，这个慢慢一点一点来探讨。烦恼业不生，导师如是说，烦恼跟业它本来就不生。那我们解读这个的时候是我不生烦恼业，其实世尊不是在讲偏差的所谓烦恼跟业不要生，而是烦恼跟业本来就无生，这差很多啊。所以你要去懂啊，导师如是说，生老死定坏。如果我们在看生老这些现象的话，它是有一个时间空间的条件在，那么就是会有坏，有坏的这些。那如果你能从烦恼业因缘这里面去解套，彼解脱无上，就能证得解脱，无上的解脱。如彼永牛王，如来自悟说。所以这些道理呢，是佛自悟之后说出来的。那听这个，我们听这个都好像是故事，可是你要记得，舍利弗跟我们一样，是有血有肉呈现佛的十大弟子，那么多弟子就如同我们一样，他是有生病，有家庭，有出生，有修行的过程，他不是一个虚幻的，现在虚幻模拟的那种人呢。所以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，是因为他们真的修。那话说这个十二由经里面有讲啊，哇，这个舍利弗一回去之后好开心啊，就去找穆建林。然后穆建林说，看你啊，在眉开眼笑的，脸上发光啊，你一定有什么新的体会，快说快说快说。然后他就重复再说一次，烦恼业因缘，世间如是转，烦恼业不生，导师如是说，生老死定坏，彼解脱无上，
如彼永牛王，如来自无所。他又说一次，目犍连也证出果，也得须陀洹。所以这是修行，所有的修行都不会消失于无形的。同学不用怕，功不唐捐，福不唐捐。那之后呢，舍利弗跟目犍连就各率着弟子250人同时到竹林精舍去皈依佛陀。那舍利弗呢，他在佛教僧团中是非常非常有贡献的，他常随在佛的身边，常随众，辅义圣化，就是帮助佛陀弘法利身，然后僧团里面的大大小小建设的事情都是舍利弗非常的发心，而且舍利弗还比世尊年长，他大他好几岁，所以众多弟子都以舍利弗为上首。那这个舍利弗因为他聪明慎重，所以称为佛弟子中的智慧第一。舍利弗因为他通晓外典，他把这外道的典籍啊，四吠陀都融会贯通，所以只要有人呢要来僧团呢找茬，这个时候啊，舍利弗他都会跟他们辩论，所以他用超绝的辩才吹拂赤炎波罗门等外道。那当时呢，有一个很有名的精舍叫奇缘精舍，也是因为须达多长者，皈依佛陀，那舍利弗从中呢做了很多很多的传达教化，引发这个须达多长者发心，所以捐建奇缘精舍，这个都是舍利弗错晚接引的。那在建设这个精舍的时候，世尊当时只派舍利弗一个人到北方去，只派他一个，他就单枪匹马到没有佛法的地方，然后要去建这个精舍。这样伟不伟大？现在人啊，派人去都拢会错，而且也不尽然有那样子的胆识跟能力。舍利弗有这种能力。那到晚年呢、啊？佛陀晚年的时候，提婆达多他有五世非法，他在佛的戒律上面呢有不一样的看法，唱反调。所以想要破坏僧团，有一天呢，就佛陀不在，他就率领了500位比丘离开僧团，遁入伽耶山中。那舍利弗跟目犍连呢，后来啊，就两个人呢一起，趁着提婆达多不在，他们又去跟着500位比丘谈话。这500位比丘啊，自悟其非。才知道自己论点呢很多是不对的，再回来僧团。这种自古就有这种僧团分裂，人就是有想法，所以僧团当中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跟想法。那像这些啊，在世尊在的时候就有了，更何况是现在。这个就是什么？人是有意识的，人不管你走到哪里，你如果可以把握这佛法的基本原则，应该都不至于造成什么样的不可改变的裂痕呢？人世间就是这样，如果你能够懂世尊所说的诸法实相毕竟空，空无相无愿，你也懂得因缘，你也懂得缘起性空，你也懂得很多东西它是
在某一些时间空间的条件之下，必然会有某一些呈现，而这些呈现不是它永远的象征。知道这些而能够不执着这个五蕴，这个修行就好掌握了，这个路就顺当多了。那舍利弗一生呢，为僧伽而付出，那长老都很尊敬他，他也得了佛很多的赞美。后来呢，世尊要入灭之前，舍利弗就提早回到他的故居，他的家乡，他的老母亲还在，然后他就提早入灭。他说自古啊，佛的大弟子都是比佛早入灭的，所以他就先入灭，这是有故事的。七日之后，荼毗、夷古啊，跟这个衣钵就葬在奇园，就奇园精舍。当时的须达多长者就帮舍利弗建了一个塔。那舍利弗铁定会成佛的，在《法华经譬喻品》里面有讲到，世尊有为舍利弗受记，未来当得作佛，号华光如来。舍利弗阿难，就是对于我们佛教佛法的传承、记录各方面，真的是功不可灭，对不对？所以修行，如果你的心不对，因地不真，你走的路当然会有崎岖。如果你因地是真，它就是直线走。心经就是跟你讲这条直的路，260个字而已，扭曲不到别的地方去。这样舍利弗的故事有没有给大家一些提示？修行没有什么虚幻不虚幻，就看你老不老实而已。那接下来他说舍利子，舍利弗我们介绍过啦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所谓的色，最早我们有讲过，你有执爱的，看得到的，这些都叫色。不异就是它不跟空有差异，色法物质界的所有这些东西跟空没有差异，色法也不离开空，所以这个异的解释就是差异跟离开的意思。那空呢，也跟色法没有差异，所以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。我们呢，我们都在色法上面看到的是它现况中的某种答案，所以才叫色。但事实上它的发展中是地水火风组合的，当地水火跟风四大各分别占有暂时的呈现的时候，它本身也是色法的一种。当它又在某种特定的因缘和合，又成为色法的另外一种。那我们人就是属于四大，它在某种因缘条件之下组合起来的色法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，你就这个点是因为执取，
所以你放不掉。那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色，它的背后就是有很多的因跟缘，而这些因跟缘呢是无自性的，它必须具足这样的条件之后才能呈现色法。所以五蕴，我们在讲啊，前面讲五蕴其实是空的，你想法色受，你的受感受也要有你的心意识跟你色法的存在才会有受啊，所以是因法因缘。如果你今天是某种程度的心事不存在，就是心意是不在这上面，其实你也不能感受这件事。那有的时候你的心意是放在这里的时候，这件事情的感受就会被强化催化的很严重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因缘，他的因缘也是在这个里面，你怎么去解读。所以所谓的四大是幻有之色，空是般若真空的道理。众生呢，因为对真空的道理不了解，所以才会在幻有的色法里面执迷，想要掌握它。那我们现在要倒过来，先知道，倒过来知道，般若真空，色法它其实跟空是没有差别的。你因缘是不是一定要具足到某种程度才有？可是缘灭的时候又是不是又回到没有？所以你如果色不异空知道的时候，你生命就自由到某种程度，因为幻有是缘生呢，因缘所生呢，它无自性，众生就是以这样子色法产生了很多的妄想，而这个业，啊，就是这样子一直在搅动。众生以妄想风及彼真缘，遂迷缘逐浪，沉溺苦津。这是明朝的弘赞大师他说的一段话。所以像我们呢，就是你在这个想受之后，那就想，然后在这里自己把那个最清净的道理弄得不明白，那你在这些幻有的东西里执着以为真，建立了观息法。所以如来教以般若观慧，照了幻有，无意真空。所以对于这些色法，你要知道它幻有。人跟人的相处也是色法的移动，跟色法用语言文字，那语言文字，语言是出来的声音嘛，那文字是语言像，文字是语言像。所以我们把幻有的移动看为实有，说出来的话那个声音飘忽而去，又把它记载成为实有文字，然后根据这个文字，它已经变过好几重了，根据这个文字以自己的解读落入一种偏差的理解，这个就不断的有了一些结构。所以如果你修行不了解色这个跟空的关系，我想再怎么说都没有办法自在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如果要了解波跟水的关系，起大风浪了，我们只看到波，其实波就是水，
它呈现的样子是有动荡的样子而已。这波是不是就是水？那水，这个当然是举例啦。水是不是因缘和合？你在温度在某一种程度的时候，这水也会结构解离呀。那这些众生只看到波，然后中间的元素变化条件都不再懂得它的真理，所以啊，色不异空，它跟空是没有差异的，它道理是一样的。那这个讲到空不异色，是所有一切都因缘法，本来就是无自性。如果无自性，当然就是空嘛。你要固定永远一直存在，是没有的事。自古到现在，哪一件事情一直存在？哪一个物品没有变异过？哪里没埋过死人？说啊，蒙阿波蒙阿波，你们到不做过蒙阿波不？你看我们自古到现在有多少众生？如果众生的尸骨堆积起来，每一块地应该都长很高很高，每一寸土地都如须弥山的高，可是那些尸体最后都哪里去了？地球好像也没长大，是不是都变化又解离了？人实在是不用怕这些。有时候人家说我家有鬼，你家不是人的鬼，有时候有蟑螂的鬼跟蚂蚁的鬼，就讲简单一点啦，哪里没有众生死的地方？哪里没有众生活的地方？众生在你的眼里是什么样的样子？佛在看这世界，大概跟我们凡夫所看的世界差异很大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众生都可以成佛，哪里没有佛，哪里没有众生？当然这个概念又好像很冲击，是不是又说很冲击？同学纠正一下嘛，纠正一下你的想法，到底哪里没有众生？到底哪里不能修？到底哪里是有隔离的世界？所有一切无意真空啊，那所有一切色法都是因为空而建立嘛。所以既然色法由空而建立，空本身就是它真实的道理嘛。所以你色法跟空不离开，空跟色法也不离开，它就是它，它就是它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得一种程度的自由自在。所以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当然修行里面它一定会有一个次第，如果色不异空你修了，你会心中对色法不执着，但是不能够产生作用，那就是不了解空不异色，只了解色不异空，所以否认色法就是偏差的。如果你了解色不异空，你也了解不空而能生色，空不空就是色嘛，对不对？那色的道理就是空嘛，色的道理就是空嘛。那不空的时候就是色嘛，所以不空也等于空嘛，它只是一个呈现跟一个非呈现而已，显跟隐，所以空才能够建立万法。如来叫我们修般若观慧，达真空体，无异幻相。所以
水跟波是一样的，空不异色。色的建立要来由空的道理而有，所有一切物品的移动，就像刚刚我们举的，如果你过去生到过去世，你的尸骨一直在这个地球，应该踩下去任何一个足迹，你踩的都是尸体啊。是不是？你踩的都是尸体，我们都是践踏别人的尸首啊，也是自己的尸首被别人践踏，这些尸首哪里去呢？最简单的道理，在过去呢比较不盛行火葬嘛，是用土葬，土是不是凹起来一块，把别的地方的东西搬到这里来，嗯，十年后 Q 过来时阵，你观察。